3000万，国够，5000万，8000万，1亿美元，这总够了吧？我一定要洛青铜死。先生，下次麻烦你要出任务前，先查下价格好吗？洛青铜的暗杀任务一直都排在世界暗杀榜的最榜首。 起底价是10亿美元。什么？他可是世界唯一的至尊铜术师，一双妖异血瞳几乎可以看破世间一切。10亿的起底价，买的不是暗杀的价格，而是一个国家的权力出手。什么？ 竟然敢寻死！啊！过去，你听白痴，这样直接把人打死了怎么办？那咱还爽个屁呀！老大，对不起啊，我一时奇机我就……看看，看看人死没死！该死！ 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不是还在海滩度假吗？还有这眼睛，我竟然吓了！还没死，哥几个快来一起乐呵啊！按之前商量好的排队啊！好，哟，是不是有一群人等着墙上我呢？ 很好，老三，他不是修为已废，眼也被毒瞎了吗？他是怎么做到的？这不可能，他被废前功力都不如我们，浑身都是弱点，还敢往我面前凑？ 这不是我的身体，这具身体怎会受如此重的伤？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？这完全可以比拟一门离子重炮的攻击！ 竟然是人发出来的！这些人的力量竟然隐藏如此快速！来了，走！
这洛青铜怎么突然变得如此诡异？这洛青铜必须死！原本还以为这只是在地球的某个不知名的丛林里，现在看来，这里恐怕已经不是我所在的世界。哼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没想到我还能穿越一样。要不是这具身体一点力量都没有，我根本用不着它。 简单，我去，不把我当回事儿。没想到竟然还有这样的艳福。可恶，他的踪迹就是在这消失的，仔细搜，绝对不能让他给跑了。不，万一他要将我赶出去。 帅哥，江湖救急，借你的地方避避难。我想你是不会拒绝我这么一个弱女子的。你不是瞎子？<笑>谁说的？我就是瞎子啊！这女人，我说帅哥，你这么盯着我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莫不是看上我了？你要知道。 像你这样的帅哥这么盯着我，我这小心肝啊，一阵扑通扑通的乱跳呢。再加上，要是我一个不小心把持不住，说不定就……哦，哎呀，我去！你好像有点不妙啊。哦。 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啊，我的伤都痊愈了，你这池水还能疗伤？哎，等等，这么说，那你岂不是受伤了，正在疗伤？你现在其实动不了。 迎面而来的压迫感，拜拜啊，帅哥，山水不相逢，我们后会无期。你就慢慢泡澡吧，我先闪了。喂，这么瞪着我干嘛？虽然我看光了你，但我也很吃亏的，好吧？我走，我马上走。 好，很好，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我。哎，想不到这男人的泉水这么厉害，不仅伤全好了，被废的修为竟然也能修复。嗯，只可惜无法解我眼睛的毒。嗯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该不会是那男人的宠物吧？看着不像啊。 你跟着我干嘛？行了，你走吧，我有事要做，没空待着。别这样看着我啊！我可不吃这一套。在这里，他在这里。啊！都要出血了！哈哈哈哈哈！总算让我们找到你了，看你还往哪里逃。
你的修为怎么恢复了？而且还晋升了，你现在是武师境界。你干了什么？天品玄丹，手里一定有天品玄丹。嘿，快交出天品玄丹，可别怪我们不客气。有本事就来拿呀！ 对，不对，你学傻瓜，没见识的。天品玄丹算什么？可惜说的那些妖艳香品，根本就是渣渣，要说区区丹田本分，就是绝世废材，被丢进那妖野之中，也会全身经脉重塑，一片天才。还有你这个蠢女人，真是，竟然被这样的垃圾追杀，实在有够丢脸的。 我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眼睛瞎了就看不到你嘴巴在动？你不能这么对我！我可是上古神珠，我跟你说，杀了我，你会后悔的。嗯，买的爽不爽？上古神珠。 我看呢，你是猪妖差不多。我喝了你的血，现在可是你的契约兽，你不能掐死我，不然你自己也会实力大损，真的。哼，还敢强行捆绑，待会儿再来收拾你。接下来是狩猎时间。 这功能也太精巧实用了吧！啊，还从未见过，完全可以媲美炼器师所炼制的宝器。你竟然随随便便就给做出来了！切，你没见过的东西多了去了。了不起！嘘。Now is the show time。孙三松，一定要抓住那个女人。是。 等的就是你们分散。正面硬碰硬，我是不如。但论暗杀，你们还不够格。妹妹，六号，五号，十三号。 一个小小武士，月级瞬杀武将，以我武将巅峰的实力，竟然也无法看到他的行踪，事有诡异。快撤！你是在叫他们？不可能！ 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么，不逃，想留下来给他们做伴？逗你玩呢，你能跑得掉？搞定。 功能不错，没有一丝力量波动，似乎普通人亦可使用。这个偷看我疗伤的女人，占起便宜来，竟然连死人都不放过。之前竟然还敢说不是故意的，这什么？哎呀，我去！ 帅哥，好巧啊！帅哥，有话好好说，不要动手啊！竟然能破开我的气息封锁，有意思，看来得动真格的了。
我这么锲而不舍。 该不会是看上我了吧？好吧，虽然人家不是那样随便的人，但你这么出色，人家也就勉为其难的接受了。啊！没想到帅哥你这么纯情，谢谢你送我一程，拜拜啦！ 可恶，这个女人故意的。害怕你还敢去撩拨她？哎妈呀，吓死我了！无聊难道等死啊？好吧，你也是很牛掰。不过感觉还不错。真是清奇的脑回路。好啦，现在可以说说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啦？ 会说话的猪妖，你才是猪妖！我是上古神猪，神猪你知道吗？上古神猪？就你？哼，别看不起我，我这呀只是被封印而已。想当年四海八荒第一猪，凤凰神龙看了。 都得叫我一声主爷爷，我上古神兽才能直接和人逆向签订天地契约，不是等级。这个常识你不会不知道吧？抱歉啊，我还真不知道。所以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为什么会来这里？ 还有这个身体的身份，还好，还是我原来那张脸。对了，这是什么？啊！暗卫令牌，地狱帝国，是他们，是他们害我。啊！ 在说谎！天域帝国，为什么要是不买宇文墨和我的婚约可以退婚？为什么要这么害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是夏帝国，东离国镇国侯府洛家大小姐洛青铜。别人都说我是洛家第一的天才。 东离国第一美人，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你们会知道我闭关突破的地方？<笑>大姐，当废物的滋味好受吗？罗心宁，是你，竟然是你！我对你那么好，你怎么可以？ 心宁，你不会有事的，我把我所有的灵丹妙药都给你，我给你请最好的药师，你一定会没事的。<笑>姐姐，快，心宁，这些都是给你养身体用的，你肯定会越来越好了。姐姐，你对我实在太好了。<笑>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 我做到了，姐姐，我做到了！原来我也有武道天赋啊！嗯，你也可以修炼武技了。耶！我最爱姐姐了。你的一切都是我给你的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是你太过愚蠢。
你以为你高高在上的施舍我会感激？为什么在这个位置上的不是我？为什么这一切不属于我？莫姐，心里很绝望吧？可惜，这还只是个开始。为了你的修为还不够，这双眼睛也要废掉。大姐，你也别怪我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对付你的好处实在太多，怪只怪你命太好，碍了别人的眼，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。人就交给你们了，随便你们怎么玩。不过明天之后，我一定要见到一个体无完肤、贞洁和尊严全部破碎的洛青铜出现在城门口。明白了吗？从今往后，洛家的第一天才是我，你所有的荣耀也是我，而你洛青铜不过是个让洛家蒙羞不贞不洁的废物。行啊，我乐呵乐呵啊。好，哼，好的很。突然咋的了？这是？原来我经受的一切都是因为你呀，洛星凝视我，记住你。既然我接受了这具身体，那就绝不允许别人欺辱到头上。至于你，就安息吧。还有你们。宇文皇室，所以你知道是谁追杀你了吗？嗯，是天宇帝国宇文皇室。说来我还和他们五皇子宇文墨定有婚约呢。那他们怎么还？一个是地级超等国尊贵的皇子，天之骄子；一个只是下等国侯府的大小姐，任谁都不会觉得般配，是我在拖累人家。既然不想，那闲的蛋疼要来订婚啊？那是因为我娘有恩于他。宇文墨小的时候体弱多病，天生寒气，注定一生无法修炼。是我娘救了他，才成就了现在的他。但是现在我娘早就失踪了，所以他们便想翻脸不认，还搞出这么些阴损的事，真是忘恩负义、狼心狗肺的东西。想要名正言顺地解除婚约，可不得先毁了我吗？哼我会让他们知道，他们所谓的天之骄子在我面前根本一文不值。真是好久没有这个戏份，我最喜欢的就是一点一点慢慢磨死莲雾了。天血草，双月莲，天星龙根。哇！天哪，你竟然就这么单看着毒水就能解析出配方？那岂不是各大宗门世家视为至宝的独门秘方，对你都形同虚设吗？任何机密配方、药物、武器、防御，在我的双瞳之下俱无所遁形。这便是瞳术异能的真正精髓。
竟然是制药制毒。嗯，制药制毒？这些药材正着排练炼制，正好相生，视为治愈良药；反之则相克，视为制毒。这样的毒药，别说洛星宁，就是天宇帝国倾国一代，也未必能换来一滴。嗯，还有谁要害你啊？嗯，你这招人恨的女人！哼，事情可真是越来越有趣了呢。走吧，去找解毒药材。走了，来晚一步。区区一个武师，竟然能多次避开我的神念搜寻，有意思。嗯，这是制药制毒，能被人用制药制毒暗害，这个女人的身份不一般，看来并不是这东离国之人。到底是什么人？白石花，性凉味甘，可凉血解毒。透骨香，性温味辛，散寒止痛。冬葵，性寒味甘，利水通淋。凌香草，六月寒。哎，这九巫山竟然连抑制我解毒所需的药材都没有。你都说了，这制药制毒何其珍惜，对应的解毒药材肯定也很难找到喽。真是麻烦。算了，我再另外想想办法。糟了糟了，被你乱七八糟的事儿一搅和，我竟然把那事儿给忘了。快快快快走，咱们离开这里就晚了。什么？你还瞒了我什么事？什么叫我还瞒了什么？我能瞒什么呀？我他这皇兄，你到底为什么在这？你不说我也知道，但我记得我说过，不许来招惹洛家大小姐，找她麻烦，忘了吗？我凭什么不能来找她？不过一个下等国侯府小姐，她根本就配不上皇兄你，还一直抓着你不放。我们宇文帝国随便一个低等世家的小姐拉出来都比她强，她是在给你丢脸，给我们宇文皇室抹黑。皇兄，你已经是圣院的天级新生，马上就要去圣都了。哼，反正洛青铜现在已经是一具受尽凌辱的死尸了。